只要家里有小碗就可以做这样的发糕，全程手不用沾面，松软香甜，做法简单，比面包还要好吃。盆里打入两颗鸡蛋，三克酵母粉，20克白糖，200毫升温水搅拌均匀，再加入300克普通面粉，搅拌成浓稠无颗粒的面糊，盖盖醒发两倍大。放一把葡萄干搅拌排气，碗里刷油，倒入面糊8分满，放葡萄干和黑芝麻点缀一下，放蒸笼醒发15分钟，冷水上锅水开计时35分钟，焖5分钟出锅即可。